金门町要吃什么呢？小编私心推荐清单，快收藏起来吧。它这个变很香哎。第一间西门老字号的塞门甜不辣，一碗里面料超多，超级好吃。很对，肉丸超大一颗的，而且皮超 Q。最后再喝上一碗热腾腾的综合汤，幸福。第二间富红牛肉面，甚至免费送一罐饮料，可以选择宽面或细面。牛肉表现比较一般，但牛筋超好吃，推荐一定要加酸菜、牛油跟辣椒粉，加进去真的是超好吃的。加这个变很香哎。第三间店小二，锅贴都是每天现包现做的，外皮非常 Q， 底部煎的恰恰脆脆的，光用闻的就很厉害。很酥脆，面很满。建议一定要趁热吃才是最好吃哦。第四间其实是小编私心想吃的豪大大鸡排，真的非常大一块，比脸还大，大口咬下去回忆立马上来，非常酥脆又很多肉汁，但小心很烫，我们吃的是回忆哦，烫到了。第五间金源排骨，排骨都是热腾腾现炸的，外皮脆，里面的肉超厚，便当里面的白饭加卤汁真的很优秀，忍不住一直扒饭一直扒饭。吃饱喝足，最美鞋店 D 加 F 就在附近，别忘了来逛逛消化一下，顺便带双美鞋回家。还想看哪边的美食推荐呢？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哦。